车停好了，过去帮忙把东西搬下来。哎，好。你好，你好，阿姨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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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欢迎，欢迎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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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嗯，哎呦，车就只能开到这儿了，剩下路可能辛苦大家走上去。哦，大概要走多久啊？差不多2个小时吧。2个小时，好，我跟大家说一下。好。来，大家各位听好了啊，车子呢只能开到这里了，剩下路需要大家走进去，大概要2个小时，现在我们收拾行李准备出发。早上刚下过雨，又要拿着包走2个小时，人到村子也折腾的差不多了。就是前面都是泥路，怎么走踩一脚就陷下去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听我的，知道大家都很辛苦，咱们就不抱怨了。等会儿要真下雨啊，那就更难走了，咱们赶紧收拾一下出发吧，啊。 我带了防雨鞋套，等一下陈磊发给各位。行，都跟我来。哎，这边。行了，我不需要你帮助，你去帮一下孟岩，你看他一个人拿那么多包。 我帮你吧。 谢谢，赶紧出发吧，天黑之前可以到达。好，大家都跟我走了。来，这个都拿上啊，都有了哈，都有了，你们自己也是，一人一个。好，大家跟上了。慢一点啊，孟岩，这边先别录了，地上好多石头，别到时候摔倒。没关系。 哎，孟岩，别扇，别扇，孟岩啊，那个是野蜂，不能扇。来，把这个蒙在脸上。谢谢。大家注意了，这边有野蜂，千万不要主动攻击它，赶紧把脸都遮上，不要让身体的皮肤暴露在外面。赶紧把衣服遮上。好，继续快走吧。不要惹他们，慢点走啊。小心啊，孟岩。 小心点！老杨，哎，这边，大家到这边来，快快快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终于到了，好远啊！我又渴又饿，好想喝口疙瘩汤，要是酸辣汤就好了。你俩想多了吧？ 酸辣汤一会儿进去，那有口开水喝就不错了。前面就是村口了，大家走吧。好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陈医生呢？啊，他去村里开会了，了解一下村里情况。你们这收拾完了，条件怎么样？跟你们这差不多吧，不过我相信。 通过汪队长的改造，我们宿舍的吴军程度堪称 ICU。哎，孟岩，看来素材只能取我们这儿了，多拍拍我们这儿的环境。嗯，看我们这些医生在多么艰苦的环境下干着一件多么伟大的事儿。嗯。哎，孟岩。 你不能厚此薄彼啊！你也多拍拍我呀，我也是咱们医疗援助小分队不可分割的一份子啊，对不对？喊你！对对对对对！<笑>壁虎啊，哪呢？好可爱的壁虎啊！哪儿呢？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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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面上面！哎，这个更大！啊哪儿？这不是有虫子吗？妈！ 这里还有一个，你躺上那儿吧。这里怎么那么多虫子呀？这个啊，你看这个。哎哎，你溜远点，溜远点，梦岩，梦岩溜远了，可爱呀！哎呦呦呦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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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从小就怕虫子，我求你了。这大老爷们还怕这个？胆小。哎呦，你男人家，你新女生吗？你哎呀呀呀！李秀花，李秀，你离我远点，离我远点，你走开呀、啊、你！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他就在你后脑勺。嗯嗯嗯。多点的。救命啊！啊，花花，你去哪儿？你把他们俩就带走啊！你不出去走走？不好。有什么不好的？你以前多主动啊！你看，这宁静美好的小村庄，是吧？黄昏斜阳的小风景，然后呢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的小浪漫，多好啊！还不赶紧去挽回你的小爱情？需要挽回的爱情还是爱情吗？金句啊！